我们就是从早期阿公开始就做一些食品的相关产业，从杂货店到阿公自行研发一些产品，那到我爸爸接手以后又开发出更多的一些水产相关产品，那到现在我们回来接手以后，从一般的传统家庭式的加工厂，然后去花费将近1亿元来去盖了一个新的食品加工厂，那延续就是传统的产业，把澎湖相关的一些伴手礼、零食、水产品类的产品，然后去做一个发扬光大的动作。像我们的鱼骨酥啊，然后像我们的一些小卷，我们的蜜汁小卷啊、黄金贝啊，一些这些比较算是比较独特性的产品，都是从我们第二代爸爸的手中所研发出来的。不敢说一定是最好，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说我们做出来的产品是最新鲜，我们这一定都是用最新鲜的食材去把它制作成美味的这些休闲零嘴，提供给这些消费者去食用这样。那我们公司有花了一笔费用呢，投资了这种杀菌釜的这个设备，因为我们澎湖其实干贝酱是一个很畅销的产品，那因为了我们的食品安全，所以我们公司特别投资这个设备去保障我们做干贝酱的一些食品安全的一些产品的安全性。那我们的干贝酱的部分呢，因为我们目前市售的一些外面一些厂商啊在做的一些干贝酱比较没有是投资这种设备，那我们公司呢为了让这个产品可以，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安全性，我们主要公司主要是以它的安全性上去做考量，保持它里面是一个无害的状态，它可以长时间去做保存。那我们的每一个酱的产品呢，我们公司总共出产了10几种的酱类，那我们这个酱类的部分呢都是需要经过我们台湾的那个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来我们现场针对这个产品去做测试，那测试完之后呢，当然每个产品都会有一张专属于它的身份证，就是它的一些杀菌的条件，来保障就是说我这瓶产品出品之后呢，它是可以在安全的状况下那到消费者的手中。来澎湖就是第二天了，对，现在就是在名产店内，然后吃了炙烧干贝，我觉得，那个干贝吃起来就是还蛮香醇的。然后他说强调是台湾制，我觉得，我们要大力推广台湾品牌。我试吃了鱼骨酥，觉得它香香脆脆的，不腻，甜甜的，大人小孩都适合哦，推荐大家来澎湖玩。新品的部分我们其实还有做一个比较特殊的，像鱼皮酥，在东南亚可能那个咸蛋黄鱼皮还蛮风行，但是在台湾，以台湾客人来说，东南亚进来的咸蛋黄鱼皮其实蛮油腻的，那我们就开发出一个比较不油腻的一个咸蛋黄鱼皮。那在这两年澎湖观光非常火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销量也非常的好，那客人的接受度也非常的高。我们不只从品质上面去改良，然后产品上面去创新，我们连整个设计包装上面我们都非常的讲究，我们希望让旅客看完，从不止食品好吃，外包装你要购买送人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现在目前也把所有的产品除了小卷酱以外，干贝酱的部分我们也透过代理商，然后我们现在也卖到日本去，一些高档超市也都买得到澎湖波系列的一些相关的酱类产品。台湾本岛的部分我们现在在成品啊，或者是一些连锁通路，然后线上都可以去购买到我们的相关产品。就是我希望我们澎湖的产品可以给客人，就是买的安心，吃的放心，然后回去送给客人又会非常的开心。